你跟我的那根头发 DNA 结果出来了，不匹配。啊，这个我早知道。你知道啊？你知道还来找我？这我找你是别的事儿。我是想来告诉你，如果今天你下班比我早的话，等我一下。等你干嘛？不是说好的我送你回家吗？那不是之前因为有彭帕，所以觉得不安全，但是他现在已经进去了。我是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了吧。有必要？你是我女朋友，